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今天药草量好像稍微多一些，应该是比较不用担心。刚说药草多，马上就是我的炸弹。I'd have to ditch something. 哇，我的东西还满满的。等一下，沿路如果有看到商店在卖，好了，好，风暴鸟，觉得我们等一下会经过它的栖息地，可是我不想跟它打。稍微先往右边一点好了，绕过去。哎，那边有一群人哎。看起来是善良的，这里我还没有来过，这里好像中间好像是有废墟，我觉得那个是废墟，然后这边的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暴鸟的关系长得有点畸形。感觉这整个凹地都是一个风暴鸟的巢一样。我们到了这个城镇，还意外的大哎、欸！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大，看它小小的，这应该也是类似。那个向日塔的哨站，还是日向塔？朝日看守塔。哦，它真的很小，它就一扇门啊。朝日看守塔。我们离开卡尔加了。不错的景。美美的。Keep that for later. 嗯，我刚刚有点到火吗？So much for being careful. 附近有机器吗？我刚刚有听到脚步声。哦，在那边。嗯，有啦，摸了我就忘了，完了完了。最近记忆力真的是经常忘记。哎，我刚刚在干嘛？我觉得这是一台大飞机，这已经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第二台飞机了。另外一台被土匪拿来做根据地。
等于听牙。哎，风力发电哎，这附近是风力发电厂哎。跟谁交战啊？没有看到他的交战对象啊！啊，土匪啦，死掉了。那。来打一下吧。哼哼，现在有绑绳了。再见。哎，怎么还没有？怎么还没有绑住？绑住了，绑住了，挣扎很久哎、欸！好，炮拆下来了。连到里面了，来是特别痛吧？最后也没特别痛。哦，他来了，他追过来了。再绑一次吗？啊，中！快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！哦，怎么离不开？哦，掉到水里，难怪。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猎雷击啊！到底有多硬啊？可以了没？超多材料。Forget about trap。我觉得这种打法还蛮浪费的，如果不冰的话。我好像都没有冰的紫色线圈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嘞？啊，有拿到，才刚讲没有，马上就拿到。换一下。
我还是习惯这样子的配置。看来要省一点炸弹，花的有点凶。箭矢材料倒是挺多的，改用箭矢吧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通过风力发电了。这附近有两个萤火，我两个都去一下好了。顺路。哎呀，我怎么变成一般的枪嘞？跑！宝石为什么要那么凶嘞？不想花力气跟他们打。诶，尸体，看起来这边会有什么事情哦。这地上还有一块，感觉像是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皮，猪吧，猪皮吧。是我们走过的路，我就不走了，我直接旅行好了。啊，我们回到了这个雪山地，这是我们之前来过的地方。看起来还要再往上，那时候我们就回头了。有谁？商人，哇塞，又是你！这个商人妹子也太厉害了，又看到她了。我们来卖点东西吧。好，走吧。路在哪边啊？日食将。没有包括神日时下，他们正在跟机器打架。等会就让口渴的我先来喝 一口饮料。结束了吗？闪光衣太强，他根本就打不赢了。我不管，闪光衣如果不找我的话，我就继续前进。找我，我再跟他们打。人来了，没有吗？哦，
没有。The grave ward and the shadow of a metal devil. Great. 金属魔鬼的阴影下，这边已经有一种是在金属魔鬼的身体上爬了。这个是坦克哎、欸，这个是坦克哎、欸，酷啊！而且这个坦克感觉有点像发射能量炮那一种，它左右两格，中间就滋这样发射出去。我们刚好有个素材，我后置的时候把它加上去好了。噗！有一些这可能是巴努克人的遗迹吧，巴努克人最有可能会来这。进坟指挥部，所以我到了。还有路要上去啊，我到了吗？感觉好像上不太去，我去爬爬看。魔鬼终结者出现啦、啊！什么魔鬼终结者？我只有听过流言终结者。哎、欸，汽车，汽车，我等你等好久了。看起来比较新的汽车。我记得之前看过完全生锈烂掉，可能是因为白色吧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惨。的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